休息完啦，翻嚟第二節嘅洞悉天機，咁啊繼續同大家講呢個最後嘅五支嘅黃大仙靈籤嘅。師傅啊，馬上同大家咧就介紹九十六籤啦，支中平嘅籤就係油子施加嘅。嗯，係啊，咁呢啲籤咧，顧名思義咧就係人在外啦，係嘛？嚇離家咧，咁就係即係異鄉作客咧，就有鄉愁。啊，南來孤雁如連我，係可唔可以托隻雁？寄封家書回去，即表達我的懷念呢，全部都是一些很虛像，一種心境。那個先機呢就很重點一個呢，就是人離鄉漸、如果求到這些籤是出外去謀生、去做事的話呢，恐怕呢就那個適應就比較差一點，要留意，未必好去、如果諗住去唔去嘅就未必好去啦，無論係問財啦，問呢個事業咧，都係即係唔係好即係好如意嘅象嚟嘅，但係又你話好大件事咧，又冇喎，咁即係拖住啊，又冇乜進展啊，咁就如果係問呢、即係其他咧，咁就要睇下問咩，譬如問姻緣嘅話咧就。冇阿爸啦，成支簽文都冇嗰種唔開心，係啦。咁同埋又冇貴人喎，因為只貴人係咩咧？個貴人係隻眼喎，隻眼邊度靠得住啊？係嘛？咁所以變咗咧就即係唔適應新環境，咁就唔好轉啦，盡量保持現有嘅嘢，越轉咧就越差嘅，起碼心境嗰度差咗先，咁心境又影響實際噶啦嚇咁樣，咁就讀書又係啦，讀書就。麻麻地啦，即係如果考試當年考試嘅話咧，就仲差啲，即係冇咩，即係唔成功嘅機會好大嚇，係啦，即係太過唔實在啊。咁病咧就要有心理準備，可能要入下醫院啊嚇，咁就即係做下小手術啊咁。咁我又冇話到要死，又唔使咁緊張嚇。咁啊自身咧就心病氣和啲啦嚇。咁如果唔能夠做到嘅話咧，就整年都唔開懷嘅啊。咁啊家宅咧亦都係嘅。有很多的困境講不出給人聽那種的象、其實如果求得一支這樣的籤，即是一支看下去的心境更不開心的籤，即如果譬如可以令到自己調節下心情好一點、會不會即個運都會順一點樣？可以的，是的，即起碼你的 心情開朗一點，對看個世界都沒那麼灰樣、所以它中平都對的，沒什麼大礙，即係心境嘅麻麻地啊！即係做人開心啲咧，即係好多問題都可以解決啊！咁師傅，你馬上又講下第九十七籤啦，咁都係一支中平嘅籤嚟嘅喎。係啊，咁呢支中平嘅籤咧，同油子施加咧，都係即係個定性係中平。咁但係咧又爭得遠啦，佢呢個就係康順釣魚。咁一望落去咧，啲斯文咧都唔同啦，蓬懶。嚇、呢個晚跳咧就係倚南樓係嘛，滿目風光景色幽係嘛，即係都完全都係唔係嗰回事啊！嗰、個咧就聽見，隻眼嚇、即係托寄我嘅愁思思鄉，咁呢個唔係，而家就即係好悠閒嚇，得閒咁去釣魚，一葉小舟咧就頻下釣，魚翁釣得有如無啊！即係都喺度以欣賞環境為主，釣魚都即係一個動作嚟嘅，都唔係話有與冇都唔係太過著意咁。咁啊，但如果你求財咧，呢啲又比較小眉小眼啦，係嘛？咁又唔係話即係做大生意揾大錢嗰啲嚇，咁又事業咧都係嘅嚇，咁就條條大路通羅馬嘅。咁如果你遊閒嘅欣賞風景，你就釣啦；如果你想收穫多嘅，你就撒網啊嘛，係嘛？咁你任你嘅咁所以變咗就即係取翻你自己嘅量力而為咁啊得噶啦咁所以個中平咧都係呢個意思嘅。咁但係如果呢、這個咁啊係即係冇乜大礙嚇，量力而為就吉嘅話咧，咁就讀書都冇問題啦嚇、即係小成啦，起碼都合格先，再幾多高分就盡力啦咁樣樣。咁啊病咧亦都係平安嚇，咁啊家宅啊各方面咧都係即係一種安樂之象嘅嚇，咁啊自身仲好啦，自得其樂，好愉快嗰種心境。但未必有很大的得著噶嚇，即係唔係驚濤駭浪嘅，即係心境上邊嘅得著，而唔係話即係實質物質上邊嘅得著啦。咁就唔會，起碼冇損失先啦，都無妨啊，係咪啊？咁你做開生意嘅，亦都賺開嘅就賺，打工都有錢收噶嘛，係嘛？咁加埋心境都唔錯咧，就幾好。咁喺而家咁嘅大環境，求到呢支籤，我覺得唔錯咯。咁係啦。咁如果問姻緣咧，就比較薄啲啦，因為成支籤都係。
喺度自得其樂，好似冇乜伴嘅情啊。咁啊感情咧，如果已經拍緊拖咧，就保持啦平淡安然咁，平順咁樣啦，都唔錯啦。咁我諗啊，睇完一支即係又係比較即係心境上面幾開心嘅籤，比較平順啲嘅籤啦。咁我睇下下一支籤喎，下一支籤咧都係一支嘅中平嘅籤嚟喎，師傅。係啊，呢支又係中平啊，咁多中平籤啊。係啊。咁呢支中平係講咩咧？嗱，呢支中平咧就有一種咧，就係即係大師啟示我哋就話，佢你即係唔好嫌三嫌四喎嚇，佢你入山種肉就嫌田窄，掘地尋金咧你就嫌客多。咁多牢騷啊！係啊，好多牢騷喎，即係你喺咩處境，你都可以揾到啲唔好嘅嘢出嚟睇嘅咁樣樣嚇。咁呢個咧就係一種啟示㗎，佢話。富貴貧窮天注定啊，世人何苦力奔波啊！咁你即係有啲咩嘢，你就利用啲咩嘢，係嘛？努力就係啦，就唔好嫌三嫌四啦，咁樣樣。咁而且咧就係即係如果求財咧，就力不到不為財啦，隨緣就得噶啦嚇，唔好勉強嚇。咁啊，即係揀嚟揀去咧，就最後咧就揀個難登盞嘅啫，可能咁樣樣嚇。事業一樣啦嚇。咁誒，個人頭上一片天啊！唔好羨慕隔離，即係隔離婆仔飯焦香啊，就唔好啦嚇。咁啊，至於問其他咧，咁啊，即係譬如讀書咁唔得，佢賴地硬啦嚇，即係唔關我事嘅。最衰係咩啦？咁嗰啲咧嚇就唔係咁好嚇，即係要檢討自己嘅嚇。咁啊，如果係即係問姻緣啊、婚姻啲狀態咧，就白談債主噶啦，呢樣唔啱，嗰樣唔啱，啊乜鬼嘢，即係再好嘅都俾你談過都唔值錢嘅。咁啊，梗係感情就疏離，同埋會即係。不愉快啦，嚇咁要留意啦。咁啊即係錯過，如果係即係做嘢自己啊、自身啊，咁又會容易錯過好多機會啦，係嘛？咁就太挑剔又唔係咁好啊。咁呢個係大師對我哋一個啟示嚟嘅啊。咁啊健康就 OK 喎，反而咁你咁有氣去彈三彈四，係咪？即係嚇要精力噶嘛嚇，咁所以變咗又冇問題啊，反而啊。即係其實求到呢支籤，即係大仙都係叫大家，即係最緊要即係都係心境問題。你個人嘅事啊，珍惜眼前人，珍惜你手上擁有嘅幸福，唔好彈嚟彈去，咁就點解會有問題㗎啦？係啦。全球首個道教電視頻道《道通天地》，www.taoist.tv。